Hello，小林，古说不答。找不到分类啊，干。阿姨，你的大头鬼啊！哎呀喂！这种只有日本出的游戏不会有分类吧？我不知道啊。因为八哈根本就没有写他的英文啊，因为八哈根本就没有写他的英文。看向前方，看向上方，看向前方，抓取道具。BGM，首先是移动，快英雄联盟，不要乱挂，好不好？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吧？嗨，Hoki，你在 First 什么啊？完全没有，谢谢大家。我觉得退去它的分类有时候很奇怪啊，因为像零它的分类也不一样啊，超奇怪的。克劳斯恩德那是由众多岛屿漂浮在空中的世界，各座岛屿被天空隔绝，因而发展出各自独特的文化。联系这些岛屿的存在就是公司，他们的工作是自由自在的。有时候玩游戏会有两种分类大小，有人透过帮助人们赢得声望，也有人借由洗劫破坏他人来获取利益。为了各自的志向，而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公司就是这个世界的象征。妈，找不到分类，我刚才打翻茶草，一个转身。一个转身，然后撞到椅背，傻笑。这是一个在这世界当中还默默无名的你，率领公司拯救世界的故事。我他也不是借由洗劫啊，我们做正当事业，好吗？我想起来一件事情。请问代码在哪里？在封面吗？
来试试看吧。虽然我看不懂哪一个才是。Hello， 打喷嚏。而且 PS 直播判定的游戏分类还会各位跟自己对取的自己的分类不一样。哈？对啊，终于开箱庭了。十二位，有十二位吗？看不出来啊。哦，找到了。他放的位置好奇怪哦。啊！靠北打错。靠北，原来我是少打一个，妈的！怎么可能输的比我快啊？想太多，有延迟欸。嗨，奥斯桑。我来贴个 OK 绷好了。我不贴 OK 绷太痛了。妈，我最近真是灾祸连连欸。妈，突然想起来内容保存库。不是已被使用，好不好？干白痴哦！等一下。在哪里呀、啊？我在骂你白痴啊！干，谁搭话谁就是白痴。谢谢大家。怎么可能会摔手把时割到自己？我才不会摔手把嘞、欸！是我洗澡的时候，因为那个莲蓬头蜡铲，然后割到啊。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就是。看得到吗？有一条红红的，就一条，已安装，我重开好了。会啊，它旁边它那个银色的会蜡残啊。就它是感觉它的蜡材是像贴纸那样子，然后掉一层下来，然后旁边的又没有很整齐，就它还会凸出来，然后就会割到。
已经落差很久了啦。然后我昨天才割到，哎，昨天还前天忘记了，昨天吧。因为我们都是阿宅。其实它里面是塑胶，那辣肠里面会是一个塑胶的样子。昨天碰到水的时候还超痛，到底是怎么会割这么大一条啊？我真的不懂。我的手是不是很细？我手纹很多，所以手其实不细。手掌啊，应该说我的手没有很细，因为都是手纹，我的指纹跟那个手纹超明显。瀑木竟蓝，狂野蓝，好像乐高，知性蓝，战斗蓝。盗贼蓝，我手红色就是女生，狂野红啊，狂野蓝是啥？哦，战斗红，长太北七了吧？中分风格，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创那个 Minecraft 的角色，庞克风格。嬉皮风格，干！等一下，我光唱脚就要挑，它有128个啊！干，干，这是动物哎、欸！乐高。兔崽子，五干五也太恐怖了吧！堕天前，堕天后，请问这后面是立领吗？太郎，太郎有脚。魔奥，学一个跟自己像的啊，还可以自创沙小，最上的沙巴雷特，芬里奇，夫卡，死亡子。雪拉菲娜，这是角色有这么多的意思吗？杰洛肯，浅葱挺可爱的，感觉是魔女吧？头发也太爆炸了。百骑兵，谢谢大家，竟然有百骑兵，这是他，感觉是魔女那个吧？百骑兵里面的。原来是别做的角色啊！このゲームで日本でも、哦，这都是就是那个吧，初回特点吧。台独手宅男剪吗？应该是没有吧。Hoki 的手都是剪。OK， 我恢复30 HP， 干！
哎、欸，当初魔力宝贝好像 OK 绷也是是回多少，有点忘了，50吧，我记得魔力也是50。那食指跟小拇指一样长，它是食指太短，还是你的小拇指太长？你的一只手可以从 Q 按到 Enter， 真的假的？呀，我卡住了。其实好像没有很难啊，因为我都可以按到 On 了，我 Q 可以按到 On， 女生应该可以吧？不是 不能说 on 啊 on， 你们可能有些不知道，我可以按到冒号 L 旁边 L 的右边那一颗角色像一块木板，还好吧，他本来就这个啊，歌德玩偶，恶魔收割者，缪恩罗杰，女孩，我觉得好，这个好像那个，干，这个是那个吧？这是夜回里面的吧？干，风海纯野，干，这是什么啦？这个也太哈扣了吧？这个脸，还有阴影哎，沙小啦，北条沙希、诺丽、爱丽丝。伊莎贝拉。是哪位啊？巴克、飞机头、四叶、柚子、勇者、尤里亚、莉莉艾尔、朱比艾尔，也、欸、是天使哎、欸，还有自带光环，艾鲁鲁、如月、机神，也、欸、太多了吧？你知道人有点贪心啊，田中死亡黑暗，不能输战队，基格看成格格，艾修马罗尼科尼特人偶库鲁鲁，库鲁鲁，爆炸头之心，干，这也太黑了吧，妈的，我分不清楚哪个正面哪个是背面啊，操，干太黑了吧！宇宙人、狂战士、洗礼、哈奥，头发也太多了吧？达尼特、猫儿女仆、苏尔泳装、骨头绅士、喵咪、汪汪。哦，我回来了，看看自制什么？没有档案哦。看我在我比较尬意什么，我还蛮喜欢这个的，罗莎琳德我还蛮喜欢，最上等的沙巴雷特好像也不错，我觉得有些角色都看。就是都很熟欸，可是就不知道哪里出来的，大概可是啊，我决定了，把这里再思考完，看这天使也很可爱欸，这个很丢啊，这也还可很可爱的，这头发很多，好，我决定了，
哪里啊？无到底是什么啦？无头骑士异闻录哦。干！干！明明是一副女生样子，结果上裸啊！好小的手，女生的手本来就比较小啊。好啦，最好大小的间距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比过，牵手总会知道对方的手大小啦。看，这什么战斗服啊？我觉得这好像把一只企鹅穿在身上哦，是企鹅装吧？罗莎琳德的衣服长这样，她是不是舞娘之类的、啊？西装还不错。好敌哦，这好中二哦！天哪，怎么这么中二啊？我要跳到什么时候啊？干兔子装，妈有兔子！身体变白骑兵了，这是那个哎、欸、神官服吗？没身体啊，谢谢大家，没有身体啊。要不出一个无头骑士，然后什么都没有，连下面都没有，透明人间，巨人，哈哈，夜回，干是三小啊。飞机头，大家是不是穿那个袍啊？小天使，我现在在考虑那个中二服跟西装，也不能说西装、啊，就有点那个叫什么的，这是铠甲哎、欸，然后就会变这样。魔王，这光挑就挑几百年啊！妈，这太恶了吧！这三小啊，蝴蝶好恶心，宇宙人，妈，狂战士这个衣服感觉就是你知道各种就是换一下而已，把颜色换一下而已。你们觉得要那个叫这是乳牛吧？怎么看起来那么像乳牛装啊？觉得要这个呢？感觉有点贵族一样，还是是什么？这个是那个吸血鬼的袍吧？还是这个看起来超级中二的，妈，这看起来超级中二的、欸，好办，这要自己上传模组，我有选择困难啊，英雄传捏一个独角兽钢弹杀小啦。臭方块根本看不出来有没有裸，
这个就有点裸露啊，这应该有露胸吧，胸跟肚子吧。胡迪很恶心，嗯，东二福比较适合我。嗨，瑞瑞，啊，那感觉分那么远啊。好吧，中二一点好了，就决定是你。干，还有手臂，手臂是要这个就黑黑的啊，手臂是要选沙小啦，盗贼蓝，根本看不出蓝色在哪里呀、啊。五干没手，没手啊！干这是啥小啊？蓝蓝的，我刚刚选什么？选盗贼呢，还是要选？好，选盗贼蓝好了。输入名称，决定主人公的角色的名称。不满足的沙小，嗯，到底要选什么啊？好痛苦哦！怎么那么多选择啊？好烦哦！阿婆铁蛋又阿婆铁蛋。好不容易创了那么中二的角色，难道又要叫田中太郎之类的吗？改又是田中太郎，阿鲁巴你个头啊，超级没创意，好办呢。既然是日本一的就要大金好了。你好，一级棒代 King。对，只能中文的样子。我出来了，大金出来了。什么涉嫌工伤？你知道外表中二，内名字朴实也是一种反差啊。所以我到底是男是女的、啊，看不出来啊。我不是某小学生，什么意思？我怎么摔到这里干？幹
还有 Minecraft のパクリ。哦，好，内心却如此老气吗？哎呦！请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衔接上这里啊？我到底什么东西啊？哈 ，Hello， 还好吗？哦，抖了一下。中年秃头汉，靠北哦！哎，太好了，姑且是没事呢。我才在想撞到了什么东西，就发现有人打在地上，真是吓死我了。干，你又没有撞到我，不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严重的伤，真是太好了。哎，不好意思，都是我在说话，你的名字是？干，不会说话，只会点点点。你叫做大金啊？有没有哪里会痛呢，大金？很好很好，总之这样就可以放心了吧。我会一些简单的治疗，所以如果有哪里会痛的话跟我说。他又是一个不会讲话的智障。不会，不用客气。不过大金为什么会来这种破破烂烂的岛呢？为什么是妹妹就要把他推下去？我自己要跳下去干。他的岛撞到我的岛。干，为什么岛会飘啦？不过，这样是被盗贼公司袭击了，居然袭击别人居住的岛屿，不可原谅！那些家伙真是公司当中的败类。大金，真亏你能全身而退呢。但是从今以后，在那种岛上应该会过得很辛苦吧？连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哇，一想到就觉得好难过。啊，对了。哇，见面三秒即建立公司，你就和我一起建立一间世界第一的公司吧。タクティクスみたい。タクティクス咦？急に私の声がよく聞こ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って？你说你听突然能听清楚我的声音，傻小啊！你本来是听不清楚吗？そうなんだ。さっきより近くに立ってるからかな。这样啊，是不是因为我站得比刚才还近的关系呢？哦，原来他会配音啊！干，想起来了，原来刚刚都没有讲话。でもまあ、よく聞こえるんだ。我就不用配音了。だよ。気にしない、気にしない。それじゃあ、親方。哦、我是老板。お仕事の説明をします。どうかした？其实是挂名老板吧，然后出事都我负责。もしかしていきなり親方って呼ばれてびっくりした？親方っていうのはね、カンパニーを率いる人、つまりリーダーのことだよ。親方やる自信ないって？大丈夫大丈夫。親方はきちんとカンパニーを率いる素質をお持ちなのです。カンパニーの運営は私に任せといて。干，果然是挂名的。昔カンパニーにいたからその辺は詳しいんだ。ほら、大丈夫な感じしてきたでしょ。干，我就是挂名的嘛。結局は。反观我勇者。習うよりも慣れろだよ。私がしっかりサポートするからね。それじゃあ説明始めるからしっかりついてきてね。干，没有配音。首先就从这个地方的说明开始。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飞金号，这也是我们公司的据点，同时也是在天空飞翔的手段。我快速地说明一下相关的功能，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之后再问我吧。这里是造物区，大金可以自由运用这里的环境哟。等一下来制作大金住的房间吧。这里是主甲板区，这个地方有着很重要的设施，所以在这里是禁止使用道具，要麻烦你配合了。顺带一提，我住在这里哦，有事的话就跟我说一声吧。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明据点设施的相关事项咯。这个是邮筒，在邮筒中会显示委托的任务内容，在凑齐了任务所需的道具时，就把东西放进邮筒里吧。这也是仓库，暂时派不上用场的道具可以收纳在这里，很方便哦。在据点的时候，不管在哪都能拿出寄放在仓库的道具，你可以放心。不过就算很方便，也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东西都塞进去哟。仓库要是堆满了，新获得的道具就会被扔到垃圾桶里面，所以要定期整理仓库的物品，不要的东西就移到垃圾桶里面。这个就是垃圾桶，如果我不需要道具，就从仓库移到这里吧。在大丁出门的时候，我会帮忙倒掉垃圾。然后这个是超舵轮，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岛本身就是我们移动手段，透过这个超舵轮就能够选择想去的目的地咯。这次的说明到此为止，辛苦了。不过到此还没结束哦，接下来就要请老板动动身体了。迈向老板之路第一回，首先要把制作物品用的设施造物台做出来。老板就先去把造物台的材料橡树的原木收集回来吧。橡树的原木生长在造物区哦，收集到材料之后请放到油桶里。噔噔，为了制作造物台，好，嗯，它是反，等一下，它是反转的、啊。嗯，这样才对嘛。这是什么东西？抓住是啥小、放开，放置，我把草移位了，我只能跳一格。抓住，放进仓库，要三个。Get two 啊！哦、oh, ，可以这样，好，可以远一点。哦、这不会不见呢、欸？不一样哦，等一下哪个才是项目啊？橡树的原木，方块获得，嗯。嗯，要怎么按呢、啊？哦，有了有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他会不会摔死啊？好恐怖哦！哦，不会，太好了，打不开，什么南无朝？为什么？哆啦库埃比鲁塔斯摩耶克。我要从。広いね。広いね。
怎么拿出来？干嘛？同样一个东西，我还要再自己整理啊？问号。要怎么拿出来干？抓住，干，放开，这样就可以了。哎、欸，我怎么放进油桶啊？干。抓住，送进持有物中。哦，这样，你哦，可以交货。要哦，按正方形交货。Cluster Coolia。获得造物台，迈向老板之路第二回，这样就能制作老板想要的东西了呢。那不是 Minecraft， 厉害，老板也来挑战造物吧？什么？这是 DQ 不一样啦，摔死不会摔死。创世小玩家比较简单，我一直觉得创世小玩家很好玩，不是这样吧？要进行造物，首先要设置设施。我不会摔死分 g 靠近造物台后，按下圈按钮，或是按下触碰板按钮，这样一来就会显示造物画面了。在那里选择想要制作的东西吧。首先就来个简单，试着制作木制服吧。不是啊，啊，请问造物台在哪里啊？所需材料不足。哈？造物台不是有了吗？哦，有了，干，在这里。我放在哪里呢？先。放在这里好了。武器，木制服，木制服要橡树的木材。啊，木材要怎么加工？好，那我先去。哎，那宝箱到底要怎么开啊？这应该都是项目吧？啊、哦，我他妈他看不到。拿到两个。哦，哦，就跟 Minecraft 一样。加工干。木材。一个原木可以做两个木材，武器，来个木制服，武器工匠，谢谢大家，我是武器工匠。我的武器要在哪里拿？获得武器。抓住，送进持有物中。为什么会自己跑到仓库里啊？
叮，完成委托。对啊，破坏后创造。哇，好厉害！才第一次进行造物，看来就顺利完成了呢。那么差不多该来准备老板要住的房间了。为了这件事，咦，找不到，我想想收到哪里去了。抱歉啊，老板，在飞金号的某处应该有个宝箱，请你找出宝箱，把里面的东西放到油桶里。空手我没办法破坏坚固的宝箱，干，宝箱是哪里破坏了？谁要拿斧头出来用哦？等一下，不是吧？他妈为什么要？干阿外斧头嘞，操！请问，不要乱收好吗？抓住！要挖到民国几年？造物才掉到深渊第五层，傻小！全能都更王。啊，这3.3是啥？初始的权状。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权状啊？哦，放开。是3×3是不是？哈喽，可以交货。反正我找来什么委托报酬啊？妈的，本来就我的吧。老板，谢谢你帮我把东西找出来。这个叫做权杖，是过去的时代所做的技术结晶。虽然很微弱，不过浮游岛上的东西都寄宿着浮游石的力量。一旦使用了权杖，就能把那股力量化为己用。那么我们就马上试试看吧，这是要做很多事情才行，你能办到吗？首先，必须制作技术者浮游石力量家具才行了。来做个橡木餐桌好了。做好木餐桌之后，就要进行设置。带着权杖，选个老板喜欢的地方设置看看吧。一旦设置好了权杖，就会产生场域，在那个场域的范围内摆放橡木餐桌吧。只要做到这一点，房间就制作完成了。嗯。会发生居住效果。那我现在出操好了。除草只能这样一格一格除啊！嗯，那除了草都我麻烦。这是一块一块的，完完全全的一块一块。哎 ，Rosie。这游戏要变金黄金的时光书，当然，一人一订阅，生活一个人。听说4.99美，我大概可以拿到45块钱吧，大概吧，好像是这么说吧。家具，橡木餐桌。要4个哦，妈的，妈的，为什么只能砍一格啊？我要叠方块吗？
被我全中，妈树木都飘在上面哎、欸。一个是四哦，我还以为餐桌什么、啊、都会直接先放在那个仓库啊。餐桌只有一个，先随便放吧。嘿 ，ATK 加五，哎呦，看来确实产生效果了。配置了家具之后会变得更强，所以再多做一些，然后设置上去吧。这样房间就完成了。接下来，再来就决定，只剩决定这个地方的主任。所以呢，总之这里就是老板的新房间了。忙了这么多，你应该也累了，快点进行登录，然后休息一下吧。登录的方式是在房间里面按 Option 按钮，然后选择入住就完成喽。干，我的房间只有九格。干妈的，我的房间也太小了吧，九格三小、啊。入住。大金。45太少了，真的还蛮少的、啊。对的，就是有强迫症，你要一个在那边那个，就很烦。会有很多人发送委托过来。そのお手伝いをするのがカンパニーのお仕事だよ。ただ作ったばかりのカンパニーだから、最初はあんまりお仕事が来ないかも。一応近くの島に広告を出しておいたんだけど、新房間只有桌子超可憐。依頼はどうやって来るのかって？飛行傳書。ほら、今飛んでった鳥。あの鳥は郵便鳥って言うんだ。あの鳥がポストにお仕事メールを入れてくれるんだよ。什么年代还在飞鸽传书？ちょうどこんな風に。え？もしかしてお仕事メール？不知道要飞多久。我有了新的家人啦，因此希望你帮我们盖一个既宽敞又豪华的新家，让我的家人可以悠闲的生活。委托人：翠绿草原列岛汤米莉莉帕特。应该说，因为我现在是联播伙伴而已，然后舞美不管是联播伙伴还是一般就是那个合作伙伴，就是比较高阶的跟低阶都是裁判，然后再给美国收税这样。然后如果我是合作伙伴的话，他就会抽的比较少，可是一样要缴税给美国政府这样。可是我因为我是联播伙伴，所以还是裁判。すっごいよ、みんながやりたがる大人気のお仕事なんだよ。でも、お家建てるのは結構難しいのよね。私もしっかりサポートするけど、うまくいくかな。船到桥头自然直。そうだね、きっとうまくいくよね。我们夜那个麻仓夜的名言。私のお仕事はお家を建てるので決まりだね。あ、
事の詳しい内容わからないでしょう。お仕事メールには大体のことしか書いてないからね。これから親方にはお客さんのところに行って直接お話を聞いてきてもらいます。顔を見てお話を聞いた方がお客さんが作ってほしいものがちゃんとわかるでしょ。あとこれは有啊，那个好像可以飞吧，飞金号拿到对讲机。これがあると離れたところからでも声のやり取りができるんだ。干什么年代的对讲机电话呢？親方がお仕事をしている間、私はここからサポートするよ。何かあったらこれで連絡するから、頑張ってきてね。想干嘛吗？嗯，评价应该还好吧。啊，我要怎么去超堕轮？创造的权状 3.4 哦，比较高是吗？次に行く場所を教えて。翠绿草原梅因贝尔特村，之后会有动物用来养动物的吧？嗯，有可能吧。グリーングラスに着いたかな。のどかで気持ちよさそうなところでしょ。この島は春が長くてね、いつもポカポカしてて島もすごく平和な感じ。ダイネスさんは手紙によるとその村にいるみたいだね。感じ掉了。现在走吧。干，原来船就这么小一个啊！而且是什么举白旗吗？是帆吗？还是举白旗啊？嗯，你是哦，新成立的公司啊，还真是稀奇呢。能够移动岛屿的船只很贵重，亏你能取得呢。啊，抱歉，我并没有打算要刺探你的内情。我叫风雾影，和你一样是经营公司为生的人，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如果有什么困扰的话，尽管问我吧。碰上什么困难了吗？哦，想知道哪个职业？哦，原来有这么多。运货者。哦，哦，原来还有职业哦。想知道哪个项目？增加同伴的方法。既然从事同公司业的话，就想要有个同伴吧。这时候就要利用人力中介商，只要对人力中介商发出委托，联盟就会代替公司帮忙招募人才。呵呵，很方便吧？只是要有发出这项委托，必须要有人力币，在收集区中回收很多道具，就能获得人力币。想增加同伴时，或许稍微留意一下啊。还有。收集区没办法带所有同伴进入，这点要注意。因为环境维持等原因，每次最多只能进入5个人。还有收集时间有影响，想知道哪个项目？